老爷，你就别生气了。那公子也是一身糊涂，那杨红秀那种用之俗粉，少爷怎么能看得上呢？哎，他也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你给我记住了，这段时间把他盯紧喽，不到武士大赛不许他出门。好，哎，老爷，那武士大赛也有杨红秀啊？什么？ 是啊，他和那个李天照还有允哥搞了个什么组合，叫"晃费红"。这么俗的名字，听着俗气，恶气，匪奸，就冲这名字他也赢不了。李天照不是和那个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允哥的那个卖梨的小子的那个搞组合吗？哼，公公跟我说过。 这个李天照，让咱们千万不能动。他可没有说别人不能动啊。想个办法，在比赛之前，让那个允哥出点什么事儿。老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杨红秀和李天照他们是主力，那个允哥他就是个替补啊。哎呀，这下就不好办了。你说说这小安啊，他的性格，我了解。 跟我一样，万一他在比赛的时候，啊，要是抢讨那个女人的欢心，他故意输了比赛，这可怎么办呢？啊，这小子就不知道了。老爷，您觉得呢？我的儿子，我了解呀，真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哎，那咋办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嗯，不得不防啊。哦。 那咋办呢？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只是觉着，你要是能让那个杨红秀不能参加比赛，那就好办了。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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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放心吧。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让公子断了念想。我没让你这样。 他也是因为现在青春年少啊，一时断不了跟他那个什么。你要是真的把他那个什么了，那他心里头不就那个什么了吗？那他这一辈子，那不就那个什么了吗？哎呦，老爷，果然有远见呢。哎呀，好了，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好好想想，先下去吧。啊，哎，啊，记住，千万盯紧喽，不能发生任何差错。啊。 左右，左右，下，起。哎呀，怎么不练了？哎呀，怎么停下来了？红秀，是不是不舒服啊你？你说，咱们这么练，能打过那些高手，还有这些误了一辈子师的人吗？但求无愧于心吧，要不然怎么办？你说。 咱们又找不到传说中的百戏图。我想想，也不是没有机会啊。行了，你赶紧练吧。啊，来。啊。哎呀，你就别说了。总之，百戏图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的。我给你那就是让你去送死。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 哎呀，舅舅，你就帮帮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吧！我不想看着你成为一个没爹没娘也没命的孩子。舅舅，只要我们赢了冠军，他就是真的看出来什么，我们就说他不是白戏图上的招式，不就完了吗？他们是讲道理的人吗？我就不相信了，他能一手遮天。而且我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是像包大人那样的好官多。哎。 好官事有，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遇到啊？你决心不给是吧？没得给，只要我活这一天，你就别想得到这个百戏图。就算你恨我，我也不会给你的。舅舅，你放心吧，我和红秀一定好好练。你好好休息。好，舅舅，这件事。 还没有结束。
怎么样？好点了吗？哎呀，比说要好多了。哎呀，不过你下手再轻一点就好了。帮你按还那么多毛病。嗯。哎，厅长。啊。我发现最近我们瓦舍经常有一些可疑的人出现，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千万别让他们给暗算了。肯定是潘家的人，不过你放心，比赛之前我就没打算出去，肯定没事儿。嗯，那我就放心了。哎，上次你说你想办法，想出办法来了吗？嗯，没有，不过想办法需要时间，需要过程，需要灵感，我很快就想出来了。少骗人了，我看你就是想逃避训练。谁说的？到时候办法想出来吓你一跳。吓我一跳，来，我给你治治啊。还不如让潘翔暗算呢。潘翔啊，你来吧。我喊轻的呀。你别急呀，我还在想办法。我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儿。反正这个呢，还得靠咱们苦练，指望你有什么用啊？不要整天光练习呀，要轻松一下，玩玩游戏。玩游戏？嗯，比如你们一个人呢，把眼睛蒙上，玩玩捉迷藏什么的。你舅舅怎么了？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怎么这么幼稚啊？谁知道？你就是那个鬼，你！哼！你什么意思啊？咱们玩捉迷藏吧。你脑子也进水了。练啊！急什么呀？还有几天就过年了，我就不信他不出来。是。小人会一直盯着他。嗯，这几天啊，少爷跟他师父练武师练的也不错。嗯，你可得给我盯住了啊！哎，轻易别让他出去，这马上就要比赛了。哎，那个李天照，最近练的怎么样？还不错。玩票的话，算不错。想要赢武师冠军，还差点。哼，不能大意。哎，要知道。在他的身上，真的是什么可能都会发生啊！是。不过，李天照今天一天没出房间门，好像连饭都没吃，不知道是怎么了。你给我盯紧喽，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告诉我。是。舅舅。嗯。你要不给我摆戏图，我就绝食。你用别的什么威胁我，我都信。你说绝食，我真的不信。你信不信我不管，我告诉你，我下定决心了，我要绝食。哎呀，你吓唬我啊！家里那么多好吃的鸡鸭鱼肉啊，生猛海鲜呢，你不吃，哎，那不放坏了？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很严肃的。喂，是你先开玩笑的，你能绝食我不信。嗯，对。我背！你绝食啊！
好香啊！吃饭啦，这是你舅舅亲手给你做的。来，拿走拿走，我不吃他做的饭。为什么呀？你今天两顿都没吃了，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我在想办法。想办法也得吃饭呀。这你就不懂了。哎，你没听说过人吃饱了以后思维速度就会变慢？你是不是也有饭后就困的时候？好像是。这不就完了？你把饭拿走，我肯定不会吃。你要想赢武士大会的话，你就别管我干什么。我都快饿死了，怎么什么都没有啊？都给外面要饭的了。你给要饭的干嘛？你平常半夜肚子饿了呢，我就把那些剩饭留给你。可是你今天说要绝食吗？我怕浪费啊，就给外面要饭的了。你知道我要来，你故意的，你自己说要绝食的吗？关我什么事啊？白皙猪给不给我？你不给我也没关系，我告诉你，我一定会练好武士。我不喝。红兄，哎呀，你太好了，你知道我饿得不行了。红秀，红秀，你不是在绝食想办法吗？来这干嘛？我想清楚了，通往成功的道路是没有任何捷径的，需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所以我想好了，我想继续练。你现在才想通啊？咱们已经练得很好了，如果你再加把劲儿，咱们还是有希望的。好，那咱们开始训练吧。哎，你不是一天都没吃东西吗？你行吗？哎，怎么不行啊？刚才你不是给我送饭了吗？刚才？嗯。我没有啊，我一直在这儿练啊。你是不是还病着呢？难道是我那死鬼舅舅？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舞得这么好，太厉害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去庙会，但是我从没见过比你们舞得更好的人。也没有人像我们这么用功啊！我觉得我们肯定能夺冠的。我们虽然舞得还不错，但是跟好的比还差一点。嗯，不过好在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要继续加油！加油！耶！怎么了？叫什么？怎么了，红秀？哎，
你怎么了？啊？你拿石头了吗？没有啊。坏了坏了坏了！怎么了？石头丢了。啊？你说什么？石头丢了。啊？走，赶紧找。你看，没有了。昨天晚上连玩物亲手放在这里的，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已经问遍瓦舍所有人了，都说没看见，怎么办呀？算了，别找了，石头丢了肯定找不回来了。不找了，不找了，我们拿什么练啊？谁说没有石头我们就不能练了？咱们已经练得那么熟了，没有石头我们一样可以训练。甭管谁偷了我们的石头，咱们让他知道，就算没有石头，我们也能顺利参加比赛。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赢的。你说谁这么……哦，缺德呀！你跟刚较什么劲呢？你，哎呦，是哪个挨千刀的偷了石头？他们两个的梦想就这么毁了。放心吧，没人能毁掉他们，也不可能有人能毁掉他们的。你看。他们不是还没放弃吗？谁啊？你是谁啊？在这儿监视我们？谁监视你们啊？这条大街是你们家盖的吗？嗯，对。我让你还嘴！说，谁让你监视我们的？啊！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我说。真厉害！我是潘府派来的。来监视你们的，潘府派监视我们舞狮是不是？啊，你还装傻是吧？是。那我们石头是不是你偷的？什么石头？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偷的？是我偷的，我还给你行吗？你看我打你啊！哎呦，胡舅，哎，好了，不是他偷的石头啊！哎，好了啊！兄弟，不是他偷的，不好意思啊，误会啊！啊，误会啊！那我真的咋白挨了啊？怎么着，你们也得赔给我点吧？你还敢要钱？胡舅，好了，走，看什么看？这是太棒！哎呀，这个杨胡秀还挺厉害啊。是啊，一般办法解决不了他呀。哎，老大，我们弟兄十几个一起上。哎呀！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他。蠢，做坏人也有前途，我告诉你多少遍了，你没有本事的话怎么能有前途啊？没有本事的话你只能是个小混混。老大过敏，老大过敏。搞什么敏？过。哎，别拉我！你拉我干什么呀？非得揍我，生活不能自理。胡舅，哎呀，坐下吧啊！干嘛非拉着我呀？那石头肯定是他偷的。胡秀，其实咱们的石头那未必就是丢了。你什么意思啊？咱们的石头明明就是他偷的呀。咱们可以先继续练，到时候再买个新的呗。咱们哪来的钱去买新的石头啊？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洪兄，咱们练好咱们该练的，别的事情咱们做到无愧于心就好了。这要是石头该多好啊。都听你的。Oh!
阿弥陀佛。舅舅，石头丢了你怎么看？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也许塞翁最在意的是马。有时候，别的事情再重要，也没有那匹马重要。李天照，你最近说话跟以前不一样哦。无论是谁，他经历了这些事以后，都会变得不一样的。哦，你真的那么想找回那个石头啊？不论石头找不找得回来，我们都会练下去。没有石头，你们怎么参加啊？因为石头在我的心里。你终于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你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会回来的？山人自有妙计。我发现你最近总是神神叨叨的，好像我都不认识你了。你就当狮头出去旅了趟游，又回来了啊？好吧。哎，不行，你得给我先说清楚了。哎呀，先练吧啊。谢谢。金莲，莲儿，没出去啊？红秀啊，你看我今天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就没有不一样吗？没有啊。讨厌，你来找我干嘛？啊，哎，你一会儿没事吧？你陪我去逛逛街吧。逛街？嗯，你？我怎么了？这可是我们女孩子干的事儿啊！我有那么爷们吗？讨厌。那你想买什么呀？谁说逛街非得买什么呀？看看不也行吗？我们家红秀可是从来不逛街的人。既然要买东西送人，这个人肯定很重要。说是要买给谁？哪来那么多废话呀？随便逛逛，赶紧走吧。哎呀，慢点！哎，哎呦，红秀也要逛街啊？你笑什么？哎呀，真是讨厌，逛逛街都不行。今天晚上，诺儿屋来啊。嗯，好的，快去。哎！啊！你没素质！现在有钱人怎么都这样啊？吓死我了！幸亏我们闪得快，撞到我了。要不是我们闪得快的话，就撞上了。您拿好，来给你钱，谢谢。啊，正好啊，谢谢啊。一二三四，金莲。你这已经试了四双鞋了，你还没定下来啊？四双怎么了？我不试十双是不会买鞋的。那你赶快订一双，咱们赶快回去了。什么？这现在回去？哦，这才刚出来，怎么可能回去嘛？我这已经都选好了，咱们回去吧，赶紧。你选好了？嗯。你不会出来就是为了买双鞋子吧？是啊。哎，再也不跟你出来逛了。我看看，什么鞋？哇，红秀，你鞋好大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穿的是男鞋呢。我买的就是男鞋。
我看天照练功练得挺辛苦，脚磨破了，鞋也磨破了，所以就给他买双新鞋嘛。哦，叫我出来逛街是从来没有的事儿。你羞羞羞！哼，我告诉你，今天本小姐要是逛不过瘾了，我坚决不会回府的。啊？还逛啊？哎呀，你快点，你拿好了，讨厌！这双鞋呢，我要留着春节的时候穿。你赔我鸡蛋！哎呦，可惜了。赔你？不是我撞的你，是你撞的我。我这一担子鸡蛋啊，这还怎么卖啊？我全家老小就等着我卖完鸡蛋回去买年货呢。对呀，我快赔我鸡蛋吧。我儿子才三岁。你孩子三岁跟这鸡蛋有什么关系啊？我儿子从小到大没穿过新衣服啊，就指着我今天卖了鸡蛋能给他买新衣服呢。啊，现在鸡蛋都碎了。你说怎么办吧？不是赔钱，不是我不赔，但真的不是我撞的你。刚刚明明是你撞了我一下嘛。对呀、啊、对呀、啊。不管赔钱，没钱，走走走。哎，你看你撞的。哎，鸡蛋撞坏了也不赔就想走啊？还有没有天理了啊？我真没撞。少废话，明明都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你们要干什么呀？你赔钱，你们讹钱啊？你给我放手。哟哟，还挺横的嘛，今儿就不放了我。你放开我！嘿，去你们的！走走。什么？没办成？切，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老爷，这女人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一群人各种暗算都不行啊。嗯？我们让一个人假装卖鸡蛋的，从后面包夹他，差点把他弄死。我们一群人都被他打败了。哎呀，行行行，起来吧，起来吧。谢谢老爷。那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呢？哎，据我的调查，这事比较难办的。今天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短时间里应该不会出现了。那就这么算了。哎，据我调查，他不是在瓦舍就是在武市。不到过年的话，他应该不会出来了。那就完事儿了。不不不，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把他引出来。什么办法？我们后院不是有一个高手吗？啊，为何不让那个高手把他引出来呢？对呀，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银子，就教小安练练武师，有点浪费了吧？是啊，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去干呢。这没关系啊，只要高手把他引出来，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哎呀，狮王啊！这小安跟着你真是练得越来越出色了啊，还差得远呢。想和天下的英雄一较高低，简直是做梦。哎呀，真是严师出高徒啊。哎，果然厉害厉害，果然厉害厉害啊。那个大师啊，这个我们狮王是我们南派武士的代表。嗯嗯嗯，说实话，这在我们北方吧，知道的人不太多，所以我决定不如在我们镇上搞一个我们南派武士的演讲班，把我们南派武士发扬光大。好，那你们有什么条件吗？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就是觉得这南派武士太厉害了，美轮美奂，精彩绝伦。太厉害了，如果不把它传承下去，太可惜了。对呀、啊、那就是犯罪啊。你觉得怎么样？好，我愿意。好，哎，哦耶！天照哥，哎，天照哥，听说了吗？林姐举行狮王讲习班，给大家介绍南派武师呢。哎，这好啊！哎，叫红秀一起去吧。我跟他说过了，他说他最近不方便出门，而且他还说这种讲习班肯定是骗人的。他没兴趣去，你去不去？我还得做饭呢。等你做完饭，人家早散场了。
也是啊，来的都是听曲儿的，一顿饭不吃也饿不死啊！走，走走走走。参加武士大会，咱们还能赢吗？嗯，不管了，这个人这么厉害，咱们得好好学学。管家，管家，干什么？老爷说了，不要动李天照。他来了，那个杨红秀肯定会来。下去吧，下去吧。是。好。好了好了。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啊，行，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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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刚才您的舞狮太精彩了，对，我们想让您指导一下。你们想学吗？嗯，想学。你们会舞狮吗？初学。哎，好，你们给我练练，我看看你们的水平。哎，好，好。师徒，我来。啊，好。好吗？师傅让您见笑了，请您指点指点。嗯，不错，你们舞得不错，不过还差一点。嗯，你们俩真的想学吗？想学。我是没有时间教你们，不过我可以指点一下你们的问题。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傅，师傅。嗯。啊，你们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哦。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前面讲啊？哟，啊，师王辛苦啊。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师王，你不能教他们呀，他们以后都是我们潘家的对手啊。但我已经答应教他们了。你觉得我答应教他们，他们就会赢我们？哎，怎么可能嘛，他们也没有这个资质嘛。不过不教总比教好嘛。啊，我觉得他们的根基不错，是舞狮的好材料。如果我只是点拨了他们一下，他们就能赢我们的话，那是舞狮界的幸运。师王啊，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你可是收了我们潘府的银子，是要保证我们潘公子拿冠军的呀。但我这个师王的名字是全天下武士的人给的，比起那些银两，我更看重的是我师王的名字。我跟你讲啊，我去看了，哎呀，那个狮王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哦。切，有没有这么厉害啊？当然有了，他教我和允哥好多有用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啊？那你明天再带我去不就完了吗？我倒是想带你去呢，可是我们走的时候，他手下特意说，这叫什么体验式教学，一人只能去一次。体验式教学？好吧，明天我自己去。狮王要休息一下，刚刚狮王的精彩表演大家都看过了，你们这里边有会舞狮的吗？有。哎，狮王说了，你们这都不行，赶紧跟狮王学吧。去，什么呀？这不行。怎么？难道有人不服吗？不服可以上来比划比划。好啊。哎，你上去，对，就是你。我刚刚就看你特激动，不服上来比划比划呀。哎，对对对对。我？对，就是你。来，我没激动，比就比，谁怕谁啊？可我一个人怎么比啊？要是害怕的话，就赶紧走吧。等等，我来跟你配合。天涯何处无兄弟呀！鼓掌。好，好，好，比，跟他比比。怎么撞人啊？干什么呢？这是啊，我的腿。他怎么踢我啊？太不像人音的啊。你说这什么狮王啊？什么鞋？还是爷们儿吗？就是太丢人现眼了。不行，别，我的腿。红秀，你这是怎么了？谁弄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正在那儿舞狮呢，都快比完了，前面那个人使劲踢了我一脚。哎，不过我好像看见庞贤了。庞贤？啊，庞贤。哎，田畅，冷静啊！哦，我知道了，他们是不想让我们参加舞狮，才对你下毒手的。啊？大夫，他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还没大碍，只不过这一个月行走可不方便了。一个月？幸亏他身体好，要是换了别人的话，挨这一下子恐怕骨头都要断喽。谢谢大夫，谢谢。谢谢，那我先走了。谢谢大夫，我送您出去。哎，我送送大夫。红秀，你干嘛？你刚受伤，不能走。没事，你别管我，我不想耽误咱们的比赛。来。嘿，红秀，就这点伤不要紧，几天就好了。不用安慰我了，我以前当过兵，我知道自己的伤怎么回事。你放心吧，咱们一定能参加比赛拿冠军呢，还。嗯，天照。啊。我怕我这腿，恐怕真参加不了比赛了。你说我这腿早不受伤晚不受伤，偏偏这个时候受伤呢，我怎么老是受伤呢？我真的很想参加比赛。红秀，红秀，天照，
你一定要去参加比赛，你跟允哥一起去，而且你们一定要拿到冠军，一定要见到皇上，知道吗？我，你不在的话，我没信心。虽然我不能去参加比赛，但是你放心吧，我的心会跟你们在一起的。你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梦想，别忘了你自己的梦想，知道吗？天照加油！